原标题：中国空姐老照片，坐飞机免费喝茅台。据记载，中国最早一批空姐产生于1938年。1929年，由美国寇蒂斯莱特飞机公司与中国国民政府合作，成立了民国第一个加民航公司——中国航空公司，简称中航。但那时的飞机上还没有空姐。除为1947年9月，中国航空公司第一空勤组的两名空姐。本组图片转载自网络，图片版权归原作者或原出版单位所有。旧时中国的空姐招聘条件相当严格，据当时申报记载，欧亚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的前身1937年首次招聘空姐的条件是年龄20-25岁之间，体貌端正，身高1.5米到1.7米之间，体重40到59公斤，能讲国语、粤语、英语，并能读写中英文字。直到1938年1月，中国才有了6名合格的空中小姐。图为1947年9月，中国航空公司第一空勤组在训练中心的合影。1948年，中航的空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，但也才20多人。当时中航和央航的空姐加起来也就几十人，空姐工作也算是很正规了。像 C200 这样的大型客机已经有2名空姐服务，一般的飞机还只有1名空姐服务。1940年代的中国空姐合影。1946年9月，上海龙华机场。1970年代中国民航隶属空军，那时中国空姐的服装无论在样式上还是在色彩上都很朴实，但与国际上先进航空公司相比有很大差距。1980年1月1日，中国民航从空军分离出来，随之逐步走向市场化道路。早在1975年开始，乘坐中国民航国际航班的旅客都免费赠送茅台酒一瓶，后来改为免费供应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取消。1988年中国民航进行体制改革，各个航空公司走上了企业化的道路。1988年7月1日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，中国民航和中国空姐真正开始走上国际化的道路。 And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